进去了。现在没有很大，我们在这里面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19号到10月4号在中山火车站跟你见面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平安全和家的嘉宾。10月9号到10月19号在中山火车站跟你见面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平安全和家的嘉宾。10月9号到10月19号在中山火车站跟你见面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平安全和家的嘉宾。10月9号到10月19号在中山火车站跟你见面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平安全和家的嘉宾。10月9号到10月19号在中山火车站跟你见面哦。陆兄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。